转载至古突青山，转载至古突青山，转载至古突青山。一，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妻子妮娜·拉塞尔与其他 NBA 球星喜欢找一些外形靓丽的模特作为女友。不同的是，妮娜与威少一样都是高材生，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是一名货真价实有颜有才的女子。二，保罗·乔治女友丹妮埃拉，丹妮埃拉是一名模特和演员，性感尤物，身材完美到哭泣。三，安德烈罗伯斯女友瑞秋德米塔 NBA 2 KTV 篮球女主播，天生尤物，篮球功底极其扎实，为数不多懂球的女主播，全世界万千球迷心中的篮球女神，上个篮轻轻松松。四，丹尼斯施罗德女友五，亚历克斯阿夫里内斯妻子六，帕特里克·帕特森女友七，特伦斯·福格森女友。二十岁的特伦斯·福格森即将当爹，当爹的速度堪比 Thunder 八，蒂莫泰·卢瓦乌恰巴罗女友。